而家資訊咧好發達，其實我哋要去明白或者我哋想知道一啲事情咧，好似好容易嘅事。但係香港，我哋要去明白乜嘢係貧窮，乜嘢係戰爭，好似一件非常之困難嘅事，因為我哋從來唔喺嗰啲嘅處境嘅裏邊。所以環球體驗活動咧，我哋係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平台，我哋將人抽離開本身嘅處境，將佢放喺一個全新嘅處境裏邊，讓佢哋去感受一啲人佢哋嘅艱難。我哋有唔同嘅體驗活動，我哋有貧民窟嘅體驗活動，我哋有難民嘅體驗活動，有水資源困乏嘅體驗活動啦，有關於艾滋病或者失明嘅，甚至我哋有啲關於糧食危機嘅體驗活動。我哋就係希望讓人去切身處地去明白世界某一啲角落裏邊嗰啲人佢哋嘅困苦，並且完結之後，佢哋會去思考究竟佢哋可以有啲乜嘢行動去幫助佢哋。